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长辈，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养生的根本——宝经。我们都知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这是中医对于生命的一种生命观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中医养生的一个原则是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在《黄帝内经·灵枢本藏》里面，他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也就是说，人体的精气神、血气是供养生命，给它以能量的信息的。那么在这个精气神里面呢，精是身体的基础。精虚则气虚，精衰则神疲。在《素问·金匮真言论》里面讲，他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经脉篇》里面也说：“说人始生，先成精。”《黄帝内经》包括两部分，上篇呢是《素问》，下篇呢是《灵枢》，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叫做《黄帝内经》。精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讲。他说：“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所以说，养生最重要是养精气神，而精气神里面的基础呢，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宝经。我们大体可以做一个比拟，就是，在中医的这个眼光看来呢，人一个生命是由三方面构成的，就是精气神。那么按照现在的医学的眼光看来呢，人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三方面来构成的，精气神对应的就是物质、能量、信息，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比喻。那么详细的是怎么来讲的呢？中医把精分为狭义之精和广义的精，这都是精的概念。狭义的精呢，是指的具有繁衍后代和促进生长发育作用的生殖的精，这是中医学精概念里边的狭义的概念的范畴。广义的精呢，是指的人体之内的气血、津液、骨髓、脑髓以及水谷精微等一切精微物质，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那么从精的来源和功能分类呢，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先天之精，一种是后天之精。先天之精呢，就是我们俗语所讲的肾精，也叫做元精。它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基础，那么后天之精呢，也称为是脏腑之精。我们知道，肾是藏精的，但是五脏六腑，五脏包括肾，它还包括肝、心、脾和肺。那么其他的四脏呢，也存在这个精华。中医对后天之精的这种解释呢，它是这样说的：它说主要来源于后天水谷饮食的营养，通过肺的呼吸调节。脾胃的消化吸收，从而将营养物质的精微转化为濡养身体各个脏腑的精华，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使机体的不断发育、成长和壮大。水谷之精呢，由脾胃化生后储藏于体内的五脏。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无论是元精还是脏腑之精，总归身体所有的精华呢，是被人体的肾所储藏的。在这里呢，首先就是把这个中医的肾跟大家理顺一下。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脏是两个概念。西医的肾脏叫 kidney，这个脏腑，这个脏器在位于这个腰部后腰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有形的物质。那么中医所有的五脏的这个概念呢，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它还包括这个精神功能，还有以及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肾脏啊，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藏这个精气。在《灵枢·本神》里边，他说肾藏精。《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边讲，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通于冬气。他说肾呢是封藏之本，把全身的这个精华呀封藏住。这个折呢，也就是折藏。他说肾者是主藏精的，精之处就是储存精的这个仓库，储存精华的地方。
所以说呢，素问在上主天真论里边他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泄。就是说肾者呢，这个肾呢是储藏五脏精华的总的储备库，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精，无论是先天的精还是后天的精，它都封藏于肾。所以说呢，生命能量的精华呢，就是刚才所讲的精的概念。打一个比方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命能量以及生命的精华呢，总的储备是储备在肾脏这个总银行里面。所以说保精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下面一个话题呢，就是保精是养生的根本。在《素问·精匮真言论》里面，他说：“夫精者，生之本也。”也就是说，精，精气神的精呢，它是生命的根本。在《论语·学而》里边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养生的根本呢，就是把这个保精给抓住。这就是抓住了根本呢，所有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这是第一个，养生的根本是保精。那么保精呢，与长寿健康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明代有一个医家叫张景岳，他在他的著作《内经》里边，这是这样说的。他说：“故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就是善养生的人啊，把这个肾精啊，把这个先天后天脏腑的这些精华看作是宝贝，把这个精华充实了之后，盈就是充实的意思，精充足了之后，气就充盛，气充盛了之后，这个人的神啊，他就全，神全就是神非常健忘的意思，神全呢则身健，身体就健康，神气坚强，老而益壮，皆本乎精也。无论是神气的坚强，还是神气坚强了之后，人虽然老了之后身体还是很强壮的，这都本乎这个精华的储存。如何保精呢？在庄子，我们都知道，中医的文化呢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在道家，中国的医学跟道家有很深的关系。道家呢就是老庄，庄子。里边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明确，说出了这个保精的这个原则。他说：“必静必清，无劳乳行，无扰乳精，乃可以长生。”就这四句话，把如何养生讲得非常清楚。下面我跟大家一一分析。首先是伤精的方式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纵欲。纵欲是直接伤精的方式，违背了刚才庄子里边所讲的无扰乳精这个原则。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度，也就是说要节欲。在《礼记·礼运》里边讲，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只要有欲望，很多人就会为欲望所牵累。所以说呢，在《礼记·曲礼》里边他讲，他说：“欲不可纵。”假如说纵欲的话呢，无论是对这个人的健康也好，对他的人生也好，都会产生很重要的不良影响。在医学的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上主天真论》里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以酒为浆，以妄为肠，醉以入房，以欲耗竭其精，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食欲神，勿快其心，溺于生死，其举无节，是故半百而衰也。”他就说这个当时的这些人啊，以酒为浆，就是把酒当作很甘美的饮料来喝；以妄为常呢，就是常呢就是常态，妄呢就是非正常状态，把这个非正常状态呢当作常态。醉以入房，他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喝完酒之后行房事，对身体损伤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呢，这个醉以入房还可以引申为这个醉呢就是过度的意思，就是淫，古人所讲的淫呢就是过度的意思，把这个房事呢没有很好的节制，以欲耗竭其精，直接把人体的这个肾精损伤，把人体的真气呢耗散，不知道那个持盈保泰，也不知道怎么
让这个自己的精神呢安住下来，总之就是让这个心快乐，然后随顺他的欲望，溺于声乐，起居无节。像这种生活状态呢，半百而衰，也就是不到50岁身体就衰竭了。下面这一个条文呢，也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情篇》，它是这样讲的：若入房过度，则伤肾。这里边的这个肾呢，就是中医肾的概念，不仅仅是讲的这个肾脏，中医肾的概念还包括生殖系统以及能量储备系统，等等很多的身体的内脏的这个功能。入房过度呢，就会把肾脏进行损伤，肾脏损伤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系列的不好的表现。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会跟大家逐一分享。在《长生历典》里面，也非常重视这个纵欲对身体的损伤。他说：“内劳神灵，外劳形志，但是俱是夭折，唯房劳较甚。”唯其形与神交用，精与气均伤也。也就是说，这个纵欲过度呢，不仅是让这个精神呢劳顿，而且呢身体呢也非常的疲劳，都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这两者合在一起呢，就是所有的劳，古人把它这个形劳啊叫一共分为五种，叫做五劳。那么五劳当中呢，房劳是最厉害的，也就是说性生活过度，房事过度，对这个身体损伤是最严重的。因为在这里边呢，是形与神交用，气与精与气俱伤，也就是在这个房事的时候呢，是形神同时进行那个消耗，精和气呢均有所损伤。这是在古代的一个养生书籍《长生秘典》里面，它是这样讲的。伤精的第二的方式呢，就是熬夜。熬夜就是劳形，违背了刚才庄子里边养生的一个原则，无劳乳形的这个保精的原则。因为熬夜呢，我们都知道肾所应的是冬天的气，就叫肾应冬气，通于冬气。那么一年四季当中有春夏秋冬，那么一天昼夜当中它也有春夏秋冬。一天当中的冬天呢，就是夜间的时候呢，身体应该处于安静状态，把全身的精华封藏住，然后呢身体才能恢复。假如说经常熬夜呢，这个夜间的冬气呢就得不到储藏，身体的能量呢得不到储备，这个肾精呢就消耗了。所以说呢，熬夜也是伤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都知道熬夜之后第二天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呢，就是黑眼圈。黑眼圈呢，实际上就是肾气虚，或者是肾中有水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熬夜是很伤肾气的，这在望诊里边，中医的望诊里边直接得到了印证。在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他写作一个著名的散一篇著名的散文呢，叫做《陋室铭》，里边道出两件事，一件事呢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也就是说他所推崇的这个养生的或者是生活的方式呢，就是不要有那些声乐呢就是扰乱耳目，不要有这个一些过度的工作呢劳动这个身形。那么我们反省现在社会呢，每天都是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回到家里面首先就是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视机，这电视机里边放的全都是丝竹乱耳，然后消耗我们的这个神啊，就是消耗我们的视听啊，视听感官一下就集中到电视上去了，把我们的神气就给耗散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打开电脑，年轻人呢不是上网就是打游戏，把这个古人所说的案牍呢，就是伏案工作，读书啊写字啊这样的工作。那么现在人比这个用电脑的这个量呢，比古人的这个案牍劳形呢还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
电脑的屏幕是瞬间闪动的。古人每看书，古代的这种生活状态呢，仅仅是读书，而读书呢，不存在这个光线对这个视网膜的瞬间闪动产生的这样一种疲劳感。那么没有这种疲劳感呢，那就不如就是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对身体的损伤大。我们都知道，集中精力看电脑2个小时，相当于所消耗的这个那个体力啊，还有消耗的这个那个精力啊，相当于看书4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个眼睛紧盯电脑的时候，电脑是不断刷屏的，不断的刷新它的屏幕，那么就会造成那个视网膜，就是眼底的这个色觉细胞的一个疲劳。这种疲劳感呢，比我们在灯下看书的疲劳感要强得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用电脑用了一天之后腰酸腿软，然后还有很多那个 IT 行业的这个人士找我看病，大部分都符合商经的这个原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经常熬夜，面对电脑就是丝竹乱耳，按堵劳形，这都是商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说中医的虚劳病啊，现在社会是非常多见的。中医的虚劳病实际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非常类似现在社会所讲的亚健康状态，就是少气懒言，浑身无力，浑身酸软，没有劲儿，呼吸呢也呼不下去，前胸是憋闷的，然后精力体力还有那个大脑的这个运作能力呢都是下降的。这种情况呢，在还有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都是不足的。这种表现呢，按中医的说法就有点类似虚劳的这种疾病状态。那么这是伤经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脾气。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发过一场脾气之后呢，身体一下子就特别疲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身体在发脾气的状态下是最为不宁静不清静的，违背了这个必静必清的这个养生长寿的原则。我们都知道人一发火啊，这个火气就跑到头上来了，跑到头上来呢，神气极度的耗散，身体的五脏之气也全都紊乱。所以说人一生气，脸色首先发青，手脚首先是那个冰冷的，这个时候五脏的气全都堵住，就是全都不舒展，人会感觉到呼吸憋闷，这都是气血紊乱的一种表现，这对于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在西方的一个科学家就是埃尔玛教授，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呢，就是人生气10分钟呢相当于跑步3000米所消耗的能量。所以说呢这就是发脾气呢也是消耗精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一发脾气呢，火气就往头上跑，然后脚底就凉，头脑发热，四肢发凉，足底有寒气，这就是水火未济的一个状态，这叫做疾病态。水火未济呢，就是周易里边的64卦当中的一卦，叫做未济卦，就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上热下寒，身体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那么相反呢，水火既济呢，也是64卦当中的一卦，它是水在上面，火在下面，是身体的一种健康态。这样的话，火往上走可以温暖全身，水往下走呢，让头脑清凉。那么长寿老人的印证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上寒下热，头脑是清凉的，手脚呢、足底呢都是温暖的。所以说长寿老人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心情开朗，而且足底是温暖的。这就是这个伤经的第三种方式。所以说伤经一共是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纵欲，第二个呢就是熬夜，第三个呢就是发脾气。
下面我会跟大家展开讲商经的表现。商经表现从总体上来讲啊，一共是五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总体上，总体上就是脑力体力下降，心情不好，抵抗力减弱。那么外在的征象呢是从头一直到下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么在疾病体现上呢，有糖尿病、中风、前列腺病以及肾病等，男性和妇科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出现，这都是商经的一些表现。下面我跟大家逐一展开。第一个呢就是脑力下降。我们知道这个黄帝内经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说肾藏精，精舍智，肾者做强之官，技巧出焉。肾呢它是主藏精的，而且呢是技巧呢都从肾里面出。所谓的技巧呢就是这种灵巧性、灵活性以及大脑的思维能力。所以说呢在灵枢海论里边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脑为髓之海，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就是精是精髓，精髓啊，精跟这个骨髓啊是连在一起的，而大脑呢是骨髓里边的海，就是所有的髓呢都集中在大脑里面。脑髓假如说有余呢，这个身体就好，脑力就够用。假如说髓海不足呢，身体就会变弱，那么身体呢这个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都会下降。脑力下降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记忆力，再有就是理解力、专注力和思维的能力，这四个能力总体下降。在个人的表现上呢，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大脑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这都是脑力下降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那么我们观察现在的这个社会哈，都可以得到一个印证。我刚才讲的商经的三种方式，儿童不存在第一种，但是它有可能存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我们都知道儿童现在的这个少儿节目越来越多，而且打开电视机，儿童什么想看什么自己都可以看，无论是电视、网络、信息还是手机，总之让这个小孩啊这个精神啊不得安宁。再加上呢饮食当中有一些含有激素的这种垃圾食品呢，就导致这个孩子外面呢受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就是这种那个干扰啊所影响，内在呢脾胃里边又有湿热，内火特别大。这个儿童的这个表现呢就是非常简单了，一个是爱顶嘴，发火，对父母呢的话不听从，再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耐心，根本坐不住，想让他干什么事情，比如说读书啊、画画啊，他坐不住。这都是这个脾胃里边有热、里边有火的一种表现。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在那种我在临床当中遇到的小儿多动症特别多，还有抽动秽语综合征，这都属于脾胃有热，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医的症型，就是脾胃里边有湿热的表现。这些儿童的统一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精神分散，没法集中下来。这跟我刚才讲的脑力下降当中的那个专注力下降啊很有关系，这是对儿童的影响。那么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呢，青少年就是以上那个三种伤经方式都会存在了。伤经首先就是这个可能他没有结婚，但是他通过网络呀、还有这些书籍啊，再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吧，接触这些黄色的信息比较多，然后呢就会手淫呢就直接伤这个肾气，这是第一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教材上误导呢，说这个就是伤这个精华呀，泄这个精气，对身体没有损伤。那么在这种误导下呢，很多小孩更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心，把这个身体损伤的更加严重。第三个呢就是很多孩子经常熬夜，玩电脑啊、打游戏啊，然后看电影啊，做这些就是做这些伤精的方式当中的第二个就是熬夜。第三个呢现在的孩子这个情绪特别的不稳定，
也很容易发火。占有以上这三点呢，这个伤精的表现呢就特别突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第一个是只要是直接伤精哈，就直接有手淫这种现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学习成绩下降。在上课的时候呢，脑子发空，好像看电影一样，老师说什么根本听不进去。学习的时候呢，心里好像长草，坐不住，没有耐心。这是现在青少年的一个统一的表现。还有一个外在表现呢，就是脸色苍白，脸上长那种特别暗的痤疮，头发呢是非常的混浊，就是头非常的就油腻，这都是那个伤精所导致的，血液里边的热的成分特别多。下面我会跟大家一一讲啊，就是从头到脚的这些所有表现。青少年，再就是成年人，成年人主要是指的这个中年人以上了啊，这个伤精的这些体现呢，也重点集中在这几个。第一个是呢，健忘，就是脑力不好，反应迟钝；第二个呢，精力不足；第三个呢，一般来讲男性都有前列腺的问题。这就是那个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这三种表现。那么第二个伤精的表现呢，是体力下降。在《灵枢·海论》里边，他说：“随海有余，则清尽多力，自过其度；随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髓海呢，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肾啊、这个精肾精啊，这个骨髓啊，充足的话，身体呢就轻劲多力，就是又轻盈又敏捷，而且身上有很多劲儿，自己呢感觉到身体特别充盛。假如说髓海不足呢，则脑转耳鸣。脑转耳鸣，我下面有一个案例会讲到，就是一个18岁的少年吧。他因为染上这个，从11岁染上这手淫的恶习之后，他经常的头晕眼花，这就是出现了这个髓海不足的这个表现。这属于这都属于脑力不足啊。下面是属于体力不足了，颈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颈酸呢，颈呢，大体指的就是这个小腿骨，也就是说这个腿啊，用现在话讲就是腰膝酸软，没有劲儿。而且很容易头晕，目无所见，就是眼睛两眼是无神的，懈怠呢，容易疲劳，没有劲儿，非常的疲乏，喜欢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这是古代的那个就是古文的这种描述方式。我们看现代人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孔夫子在《论语》里边他讲，他说：“少之时啊，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就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气血是不稳定的，气血不稳定，五脏的气还不充实的时候呢，一定要戒之在色。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青少年青年时期犯色的话呢，这个肾精的元气呢就不足，将来对他的身体发育，还是对他这个一生的这个健康，还有人生啊，都会产生很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呢，下面一个案例呢，就是印证了上面讲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告诫。这个年轻人呢叫小可，今年25岁，他来我门诊看病呢，是因为看了我在网上发的一些就是关于补精啊伤精的这些文章。他的一个第一的表现呢，就是脑力下降，学习成绩，他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受这个同学的这个影响，看了黄色的这些录像还有信息，染上这个手淫的这个恶习，从此之后呢，他脑力就开始下降，学习成绩一直跌落。他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刚才讲的，上课呢就像看电影一样，老师讲的内容呢他也听到的是声音，但是声音所含的内容呢他脑子没有在那儿转，根本听不进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大脑好像木了一样。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体力下降。他本来是足球校足球队的那个队员，体力非常好，满场都可以跑步，耐力也非常好。结果呢，染上这个坏毛病半年之后，这个耐力就大幅度降低，
稍微一活动呢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们知道这人体的这个阳气啊要固密啊，固就是坚固的意思，密呢就是密藏住，不要往外泄。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耐力不好啊，稍微一活动啊，这个阳气就往外散了。用中医的话讲就是表阳不固，表阳一不固呢，全身的这个汗液就往外散，汗液一往外散呢，这个身体啊，这个肾中的这个阳气也就不足，呼吸啊就没法相接续，它就容易气喘吁吁。所以在这里呢，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个运动的这个原则，所有的运动只要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都对身体不好，所有的运动。为什么呢？中医认为人体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呼吸，呼吸紊乱了之后，内脏的气血就紊乱，所以说气喘吁吁对身体不好。气喘吁吁所直接连带的另外一个身体的表现呢就是大汗淋漓，出的汗呢像流水一样。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大汗亡阳，就是出大汗的时候人体的阳气是消亡的，就是耗散的，凡是大汗对身体都不好。这就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凡事呢要有度，要中庸。中庸的意思呢就是恰到好处，不要过头。大汗淋漓和气喘吁吁都是运动过头了。那么这个小可呢，以前他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伤肾之前体力非常好，伤肾之后呢耐力下降，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出了问题，他自己的感觉呢是大脑发空，但是呢大脑发空，他跟外在呢也不喜欢交往，然后整天自己闷在家里，在外人眼里，就是在他父母眼里呢，这个孩子好像得了那个抑郁症一样。实际上呢他找了很多心理的医生呢给他进行疏导，疏导完了之后当时有好转，之后还是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抑郁症，这实际上就是身体的这个能量减损了之后啊，这个影响到人的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今年二三月份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这个文章，叫做《伤精、元气虚、肾虚的种种表现和治疗方法》这篇文章，他才看到他为什么有身体这些疾病的这个根本原因。他在此之前呢找了好多大夫，也花了很多钱治疗他这病，总是治疗思路呢总是从那个心理学的思路来治疗。但是现在医学发现啊，身跟心是一个整体的，在国外呢把这门科学呢叫做身心医学，当然现在发展呢不是特别成熟。实际上这门学问在中医里边是非常的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因为从中医的最本源的这个理论里边讲，就是人体的五脏啊跟身人体的五脏跟身体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五种神的状态是直接连带的。所以说呢中医治病啊，它不是直接治病，它是治人，因为病是长在人身上的。人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生命活动，所谓动态呢它有七情五欲，它有生活习惯，它有起居各方面的这个影响。中医是对于整个一个生命状态进行了这个引导和治疗，这就是真正的那个身心医学所应该把握到的这个重点。在中医五脏里边啊，一个人若是肾气不足的话，他那个志向啊往往就受到了影响，他就立不住志。一般古人所讲的，我们普通人所说的就是志当存高远嘛，一个人要立志啊就要立得高远一些，那个心胸呢就要宽广，想的就要长远。肾气不足的人呢，他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情沮丧，什么也做不下去，而且没有信心。这个小可呢在此之前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就是大脑发空，心里没有信心，而且非常沮丧，不喜欢跟别人交往，没有自信。他自从伤精之后，本来他是全家的希望，班里面呢在初中的
初中就是没有染上坏习惯之前，他都是班里的第一、第二名。之后呢，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到了第30名、40名了。在北京这个竞争压力比较大呢，他到最后考大学只考了一个，就是北京的三流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讲呢，就是，毕业之后呢，找了一个普通工作，就是混日子的工作，非常的压抑。他就非常的后悔自己没有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看太晚了。然后找我看病，我就劝他把这个志向呢要立起来，因为人的神呢要是正了之后啊，气就容易正，气正了之后呢，行就容易正，行正了之后身体就没病了。再配合中药来治疗，首先我给他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案呢，就是戒除这个坏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服用这个中药。第三个呢，就是让他正常的生活，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这个小可呢，他自己也非常的就是要强，用了半年的时间呢，慢慢的就把身体恢复了，并且换了一个工作，现在在一个公司里边当中层的这个领导，那个工作效率还挺高。这就是我治疗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从这案例里边来引申出来一个话题呢，就是小可为什么在10年之前不知道手淫对身体有损伤。我当时问他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我们初中啊所发的这个生理卫生这个课本里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男子啊手淫之后损伤的这个精液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质、核糖、核酸，还有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啊、葡萄糖之类的，还有水。这些成分呢，跟一个鸡蛋啊，还有一杯牛奶啊，这个营养成分是等同的。所以说，那个手淫伤精之后啊，所消耗的这些精液对身体没有太多的损伤。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就能补充回来。我当时就是受了这个思想的误导。受了这次想误导，最终临床验证呢，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推呢，也得到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进食必要的这个营养食物呢，这属于物质层面，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就是你吃了再多的这个牛奶和鸡蛋，最终把它合成这个精液是谁合成的？是你这个生命合成的。我们把鸡蛋和牛奶放到烤箱里边，这烤箱烤一辈子它也烤不出精液来，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呢，这个加工和合成的能力呢，用中医的话讲就是生机，就是生命的这个元气，就是生机的这个能力，就是人体的合成能力。给大家举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生命的精华呢，就像种子一样，种子埋在地里面可以发出芽，第二年长出一个很完备的植物来。那么把一片药，一个药片啊，它的营养成分做的跟这个种子是一模一样的，把它埋在土里面，第二年，不论是第二年、第三年、10000年，它也不可能发芽，因为它没有这个精华，没有这个能量和信息。换句话说，就是男人在射出来的这个精液，它可以合成下一代，它就像一个植物的种子一样，它可以制造出新的生命来。牛奶和鸡蛋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西方的这种逻辑呢，它是只仅仅从这个物质层面来考量这种行为对身体是否有损伤，它从来没有考量过，它可能忽略了能量和信息这两个层面对人体的这个影响。就好像一张那个载有各种各样信息的光盘一样，这个光盘里面呢包含着各种各样信息。假如说把这张光盘打碎了之后呢，进行这个物质的层面的分析呢，你会发现这张光盘实际上它的这个物质呢，跟一个一次性的饭盒它的物质能量、物质含量它是等同的。那么你可以说一张光盘的这个价值跟一个一次性饭盒的价值是一样的吗？肯定不行。所以说呢，
中医它有一句话呀，它叫做一滴精十滴血。那么现在科学呢就把它给误读了，误就是错误的误，也是误会的误哈。读呢就是解读，解读的读，把它给错误的解读成什么呢？就是一滴精液里边所含的这个那个物质成分啊，跟十滴血液里边所含的物质成分是一样的。这是现在的科学研究者对它错误的解读。然后呢，现在科学家研究发现，精液里边根本就没有一滴精液里边根本就没有十滴血所含的物质那么多。于是呢，他说这个中国老祖宗就在这儿瞎说，一滴精怎么能跟十滴血的那个能量，那个物质一样呢？他俩怎么能等同呢？于是就对古人所说的持了否定态度。实际上啊，古人所讲的一滴精十滴血，他那个理论内涵啊，不是从物质层面上来说的。中医啊，很少在谈及这个生命状态和能量的时候，很少涉及到这个物质层面。它通常都是在现在哲学范畴里边，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一个层次进行游离，而且是偏于这个形而上。中医所讲的一滴精十滴血的真实含义是，它那个精啊，是指的精气神的精，也就是精气神的精，也就是说这个物质能量信息的一种三方面的综合体。我们都知道，人有了性行为之后可以繁衍后代，动用的是全身的能量，然后合成的物质，这个而且呢，这个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遗传信息，是精气神完备的时候生命能量的高度凝结，这是性行为。那么性行为所消耗的这个精液呢，这个精呢，它是包含了身体的所有生命精华的，需要合成这个精液所需要的这个生机和能量，是跟合成十滴血液所需要的生机和能量，这两个层次是可以划等号的，而不是说在物质层次上划等号。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医的这些养生学家还有医学家，他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就认为这个自古以来就倡导那个青少年呢不要纵欲，而且呢要戒除手淫这样一个坏习惯，这是古代的这个养生的说法。那么现在呢，从现在科学的那种误读还有这种不完备的理论来推呢，可能对身体没有损伤，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临床上所遇到的伤精的案例越来越多。我自从今年5月份演讲完之后，我每天的这个门诊量，就是每个星期至少遇到30个伤精的这种案例，积累到现在将近是300例到500例这样的病情。它的表现呢，完全都是手淫所导致的，就是青少年啊，就是25岁之前啊，手淫所导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损伤，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下面会讲。这就印证了老祖宗所讲的这个道理，这在动物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那个养犬类的这个专家，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啊，就是警犬啊，在这个交配之前啊，它那个破案能力都是非常高的，嗅觉很灵敏。凡是交配过一次的，在1星期之内，它是不能那个破案的，而且它那个整个灵敏性反应能力都会降低。凡是交配过3次之后的这个警犬，基本上就要淘汰，因为它这个那个精华储备少了，所以说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能力，以及它这个灵敏性都会降低。所以说无论是人啊还是这个动物啊，只要是伤了精啊，它那个脑力和体力都会下降。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昆虫都是交配过一次之后就死亡的，有很多这样的小昆虫通常都是在雄性昆虫交配过一次之后就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交配的过程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它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整个这个消耗的一个过程，在低等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这种性能量呢是非常的消耗的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可以直接把这个身体的这能量完全降低。那么验证了
中医的一句话呢，就是纵欲则促寿。一个人要是纵欲的话，他寿命会缩短，直接把人体的能量库给消耗了。消耗完之后呢，身体的这个总的能量储备不足，精气神呢，这个精呢的基础不足，于是身体就会变差，最终呢体弱多病，甚至过早的去世。下面呢我会讲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案例啊，供大家参考。那么伤精的第三个大的表现呢，就是心情不稳定。心情不稳定呢，大多数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呢是爱发脾气，因为肾精不足啊，肾水伤了之后啊，心火就容易上炎。心火一上炎呢，这个人就爱发脾气，而且呢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这是那个第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是情绪沮丧。我们看这个爱发脾气的情绪沮丧，这俩怎么放在一起呢？对，这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青少年伤精之后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一方面喜欢跟父母顶嘴，另外一方面自己一个事儿都做不成，情绪沮丧，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信心的。没有信心呢，在中医的眼中看来呢，是肾阳不足，行动力、体力、能力都不足，这是心态不稳定。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封信啊，这封信就非常有代表性，印证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例。这个孩子叫做随缘，就是他的网名叫随缘，后来呢到我门诊上，最终找我看病了。之前呢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反映一下他的情况。他说我想向你反映一下我自己的伤经历史，希望能对持有手淫无害论的人们一个警示。他说他11岁的时候染上手淫，然后射精，沉迷于其快感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古人所说欲不可纵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一旦纵欲之后是很难从里边出来的。他说最多一天是4次，直到射不出为止。这样的话，只有我刚才讲的是直接把这个肾精啊给消耗了，消耗的非常直接。一般呢是1天2次，他这种状态呢持续了8年。8年之后，我们看这个小孩出现了什么情况。现在的症状是，第一，骨头痛，全身的骨骼痛。为什么呢？因为肾藏精，肾主骨啊，一个人的这个骨头啊需要精髓来滋养，假如说精髓不足的话呢，全身的骨骼就酸痛。所以为什么说人老了之后啊，那个骨质啊容易疏松，吃再多的钙片呢，骨骼都没法那个坚硬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衰老它有一个过程，最主要的一个衰老的原因是肾气的越来越匮乏。人过了40岁之后，这个阴气自败，这个肾气就慢慢减损。人过了60岁之后，这个肾气比年轻要亏损很多了。那个时候，这个骨质啊，钙离子就流失的很多。这种就是能固得住这种钙离子的能力呢，就是精髓的这个能力。髓越充足啊，这个骨骼就越坚满，就是越坚硬越充实。假如说这个精髓不足的话呢，骨质就容易疏松。这个小孩才18岁，他全身的骨头就开始酸痛了。而且呢，18岁的人的身高、相貌、体重和一个小学生一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这个行为呢，就直接影响了身体的发育。我们都知道，肾精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繁衍后代，一个是促进人体发育。假如说一个人的能量经常被调用，而且最直接的这种方式把它调用掉、消耗掉之后，这个人的这个生发能力就减弱，身体在发育上面就会停滞，甚至发育不前。他说皮肤黑、牙齿痛，像这些啊都是些牙齿呢，因为齿乃肾之余啊，骨之余啊，牙齿啊是骨骼的那个外化形式，他那个牙齿就开始痛了，才18岁。嘴里边有腥臭味儿，有尿味儿，这些表现都有点像肾病的表现。听力差，智力、记忆力更是差的无法说。括弧，学啥忘啥，随记随忘，遇事转瞬就忘了，苦恼的无法形容。他这段描述跟我们所说的老年健忘非常像，但是老年的健忘大多数都是在70岁以上、80岁。他这不是80岁，是18岁就出现了，这叫早衰。第二个呢是梦多，一天晚上做梦3次，
可想而知他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睡眠质量差再加上手淫呢，这个人的肾精呢肯定是养不起来的。第三点呢是牙齿痛，指甲的半月痕基本上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指甲啊，每个指甲都有一个白颜色的，这叫骨出来哈，就小月牙吧，叫做半月痕。这个半月痕呢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血的充足与否。一个人气血充足呢，这个半月痕大部分来讲就是五个手指当中四个手指都会有，除了小拇指以外。假如说有这个五个手指当中只有两个手指或三个手指有的话呢，这就提示您这个气血开始衰退了。大多数老年人就是过了60岁之后啊，只剩下三个手指有了。而且很多那个就是手脚冰凉的女性啊，这个基本上五个手指当中只有大拇指有，其他都没有，这代表一个人的气血充盛与否啊。这个孩子18岁男孩居然几乎都没有，你就可想而知他气血亏到什么程度啊。第四个呢是全身的骨骼细小显得不粗壮，这实际上都是直接伤了那个骨骼了，因为骨髓不充满，骨关节萎缩变形，骨骼里面经常酸痛无力，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髓海不足则颈酸旋冒。颈酸就是指的这个小腿骨，这个孩子不仅是小腿骨，而且是全身的骨骼都开始酸痛，这说明伤肾伤得非常严重了。他说骨骼呢比一个小学生的骨骼还小，骨软有时候无法站立，骨骼有空洞感，站立不稳，这些表现呢都是，虽然他说的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但是它是最直接的最明显的一种描述，就说这个骨头要是空的话，就是骨髓要是不充盈的话，肾精不足的话，对全身的骨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第五点呢是大脑经常眩晕，这就是髓海不足颈酸眩冒的一个表现啊。黄帝内经内的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描述了。第五点是大脑经常的眩晕，稍微转一个圈就晕得要命，想吐，头脑迷糊，有空虚感，经常的嗡嗡作响，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伤肾伤精所导致的这个髓海，也就是大脑的元气不足，大脑元气不足就出现这种情况。第六点呢是思考力理解力差的无法形容，整天感觉像做梦，跟喝醉酒一样不清醒，人显得特别痴呆，经常头晕眼花。他这段描述呢令我想起来我在2006年呢在北京的一家中医院做临床大夫的时候，我所管的几个病人是神经内科的患者。神经内科的一大类疾病呢就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呢的表现就跟第六条所说的一模一样，就是头晕眼花，人显得非常痴呆，你问他一句话呢他半天他才给你回答一句，而且通常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大家想想，这是一个18岁的少年啊，居然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症状，这都意味着什么？这完全是伤肾导致的。第七点呢是手经常抖，手爪黑，他用爪这个词儿啊，像着鸡爪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抖啊，全身的这个抖动啊，用中医的这个医理来解释是属于肝风内动，大多数是属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肝风内动呢？因为肝气一虚了之后，身体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摇动和抖动。我最近也刚治了一个患者，就是也是10多岁之后开始伤精，现在找我看病30岁，他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那个画家，他拿那个画笔手就经常抖，根本拿不稳，吃了2个月的药之后慢慢的手就稳住了。用的是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滋补肝肾的方法，因为他这个伤精所导致的肾水啊跟肝木都得不到这个滋养啊，自然肝风就容易动，手经常抖是肝虚的表现啊。第八呢是背驼，右肾酸痛，骨骼也特别痛，每天髂骨这个地方都酸痛。第九点呢是眼球突出而且干胀，因为肝呢开窍于目，
第十呢是头发颜色沾焦无光泽，这个七八九十呢，这四个呢表现的是属于肝一类的表现，就是中医所说的肝肾的那个肝啊，五脏里边的一个，因为肝和肾通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中医把它叫做肝肾同源，因为呢肝属木，肾属水，水要充足了才能滋养这个木，木气呢才能生发，然后才能调畅。就像我们都知道，假如说这个水源不足呢，大森林里边的那些树木啊就会枯萎了。人也是一样，人的这个肾水不足呢，人身体里边这个木气，也就是肝气就不足。不足了之后呢，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呢，不是手抖啊，就是驼背，再不就是眼睛出问题，头发出问题。因为发为血之余，头发呢是气血的一个有余的部分，那么血呢是肝藏血，一个人肝虚的时候，他头发就容易不好，容易焦脱啊，没有光泽。在下面的篇章里边我会讲这个头发跟这个伤肾的关系啊，在这儿不展开了。七八九十呢，这四点呢，重点是跟这个肝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呢，肝和肾是同源的，肝属木，肾属水，肾精充足呢，肾水足了才能滋养肝木。中医有一个病机呢，叫做那个水不含木。水不含木的意思就是，这个肾水啊不能滋养这个肝木了，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病机。那么这个青少年呢，他手抖啊，还有眼球突出肝胀啊，还有头发颜色焦枯啊，这都属于某种意义上是属于肝虚、肝血虚的一些表现。那么第十一点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情绪不稳定。他说脾气不好，时而兴奋，时而那个沮丧，喜欢顶嘴，辍学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这就是这个男生的这个表现。最后呢，这个孩子直接从家里面来到诊所，来到北京，是上上个月的事情。最终呢，给他经过服药呢，然后调理心情呢，现在慢慢稳定了，可以自行的学习，而且想考那个中医药大学了。这个孩子反应还是不错的。那么举这案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心情伤了经之后啊，肾水不足了呀，就心情就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爱发脾气，而且情绪沮丧。这个孩子的这些表现呢，是属于未老先衰，青年人有老年人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段那个表现呢，古人呢早就有论述啊。明代有一个名医叫万全，他在养生私药里边曾经写作，他说金枝男子，看来不是现在的社会才有，古代就有了，方其少也，胃及二八，而玉女各通其经，则精胃满而先泄，五脏有不满处，他日有难行状之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男子啊，还没有到二八，没有16岁，古人认为这个人体男子的这个身体呢是每8年变一次，女人的身体呢是每7年变一次。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面都有相关的论述啊。男子一般是二八，丈夫这个丈夫二八呢，这个精气呢就充盛，开始遗精啊，然后有这个表现，有这个身体的这些发育成熟的表现。他说就是未及二八，就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呢，而玉女各通其经，玉女呢就是跟女性呢发生这个关系之后，把精呢就流出来了，就是所谓的精未满而先泄，就是这个肾精呢根本没有充满就先泄出来了。五脏，他说这个结果呢就是五脏有不满之处，他日呢有难行状之疾，就是到了日后啊，有很多种疾病啊，都很难用文字来给它形容，是非常难治的这种病。那么这就是刚才那个青少年的表现，他11岁就开始因为他没有玉女哈，他是通过手淫把这个精给泄出来了。然后呢，因为在前面我讲了，这个肾是主藏精的，那个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才能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肾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总仓库一样，把身体里边五脏六腑的这些精华，有余的精华都归藏到肾里面去。所以说五脏六腑的精华有余的都给它放到这个肾里边去，然后泄到肾里边去，肾把它承得住，然后封藏住，就是人体的能量的总库存。那么这个青少年呢，如果是胃气二八没有发育成熟呢，就把这个肾精给泄了之后呢，这个五脏的这个能量，多余的能量都往肾里边排，肾脏又把这个精华给泄了之后，这个五脏的气就越来越亏。五脏的气亏了之后啊，中医非常重视内在的这个强壮，就是内壮。一个人内在就虚了，内在虚了之后，将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出现。这在明代的这个名医在养生私药里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他这段话呢，恰恰就印证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现象，就是青少年现在伤精的人非常多，未老先衰的这些孩子呢也比比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叫做都市饮者。这个社会现象从东南亚亚洲啊，东亚有一个岛国，这个岛国的色情文化非常的发达。这个国家出现的这个现象呢比较早，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这么样一种人群。这种人群呢丧失了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的能力，变成啃老族，整天待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做。这一类人呢，那个国家对他的这个称呼呢叫做都市饮者。现在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城市还有大中城市也逐渐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有韩国，就是整个东南亚，这种现象也慢慢的出现了。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呢，很多心理学家呢分析是因为这个心理压力增大呀，然后这个孩子青春期叛逆啊所导致的。这种分析也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任何情况呢，它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我在临床中遇到过好多这一类的患者，这一类患者通常在心理学界都把他们归为抑郁症一类的，抑郁症、自我压抑型这么一类的。我的临床当中遇到很多青少年，实际上他的这个问题有类似抑郁症的表现，但是呢，通过中药，然后通过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之后，就慢慢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疏导，所谓的心理治疗也没有进行，身体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的眼光看来啊，伤精的患者啊，有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因为人的精一旦泄了之后啊，冲脉的气就虚了，冲脉就是身体中间的一条脉络，它跟任脉、督脉是同起于这个下焦这个丹田的，这叫一元三奇。从同起于这块之后呢，一直往这个循行的往上面走。这个冲脉呢，是跟这个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精华呢，它就是直接相关的。在藏传佛教里边，把冲脉呢归为是中脉，因为人体的这个中脉呢是全身能量的总汇聚，中脉一通呢，全身的脉就通了。假如中脉亏的话呢，身体的气脉也就不足。那么泄的这个精气呢，肾气一旦泄漏呢，这中脉是最先亏的，也就是冲脉的气先亏。冲脉的气亏呢，它直接从另外一个经脉呢进行那个调拨能量。人体的这个经脉气血最多的一个经脉呢，就是胃经，叫做足阳明胃经。《黄帝内经》对它的描述是多气多血。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人的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的肾呢是这个父母给的，就是父母遗传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肾气能量多少。后天呢是通过饮食把身体给维护起来的，饮食呢就通过这个脾胃进行吸收。所以说胃啊，首先就是吸收这些水谷精微，所以它是多气多血的。那么在《灵枢经脉篇》里面呢，它有这么一段描述哈，就是胃经失动病，则善身、硕欠、颜黑。善身呢就是喜欢打哈欠，硕欠也是喜欢打哈欠伸懒腰啊，颜黑呢就是脸色呢是发黑的。病治则恶人与火，
这个病要是加重的话呢，就戊，戊就是讨厌的意思，人与火就是讨厌这个陌生人，不喜欢跟人交往。火呢是代表明亮，就是也不喜欢上明亮的地方去。闻木生则惕然，而惊，闻到这个稍微一个动静呢，就吓一跳，胆儿特别小。心欲动，心欲动什么意思？就是心里边总是惴惴不安的，然后总是不安定。独闭户色忧而出，这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独呢，就是这个这块独呢，就是代表单独；闭户呢，就是把门关上；色忧呢，就是把窗户关上，就是把门和窗户都关上。而处就是一个人独处，这形容一个人呢，就是胃经大虚了之后的一种病态的表现。因为人一伤经了之后，冲脉就虚，冲脉一虚了之后，胃经虚，胃经虚了之后就有这些表现。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都市隐者呢，他的这个表现呢，古代的这种形容词呢，就是独闭户色忧而处。都市隐者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什么也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且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就是类似这种表现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喜欢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而且这个房间呢又小又阴暗，最符合他的要求。所以说呢，就符合这个黄帝内经的描述，就是病治则误人于火，就是不喜欢跟别人那个，讨厌跟别人打交道，也讨厌光明的这种有光亮的地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阴暗的地方去。因为这个人啊，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啊，相就是表示这个外在的相，心是我们的内心啊，这个外在的相是什么，它直接对应的这个人的内心就是什么。这个人不喜欢跟那个外在打交道，说明内心里边比较闭塞，这个不喜欢光亮的这种环境，说明内心啊偏阴暗一些，不是特别敞亮。这种状态下呢，相不仅仅是代表这个外在的表现，也代表身体的相啊。身体的这个不喜欢光亮，然后又昏暗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肾中的这个阳气不足，也就肾阳不足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说水湿就特别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个肾病的人啊，就是伤经肾虚到最后的这个人是什么表现呢？全身浮肿，然后脸色是灰黄的，特别暗，就符合了我刚才讲的这道理。实际上身跟心完全是统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身体伤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情况就一一呈现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颜黑，颜呢是代表这个脸啊，就代表面容，面容黑。这里边特别强调了一点，黄帝内经之所以称为经典啊，就是它每一个字儿都不是废话。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啊，人的脸啊，人的脸色，我们都是黄种人哈、啊。黄种人健康的这个脸色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红颜色和黄颜色是相互映衬的，而且脸色是明润，这个气呢又能含得住，这叫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是好的脸色。那么不好的脸色呢，就是脸色一共是分五种哈、啊，正好对应的五脏。这个肾的本脏要是衰了之后，这个人的脸色就发黑。但是呢，这种他那种发黑呢，不是用这个光学测度仪可以测出来，不是说那个用一个数码相机拍完之后回家进行那个光学色素的这些分辨，然后发现这个黑的成分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脸上笼罩着一种黑气，那种黑气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黑啊，就是把这些光源吸收进来没有反射的这种黑。这个肾气虚的一个人的脸色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那个反光性特别差，看上去就灰蒙蒙的，这就是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所描述的颜黑的一种表现。现在的很多小孩啊，很多青少年走在大街上，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脸色都是发那个晦暗的，中医的那个词儿叫晦暗啊，就是虽然他皮肤白，但是他那个气是黑的，就是那个光线打到脸上去没有反射，把所有的这些光都吸进去，这就是他那个气是黑的，远处看上去就是灰蒙蒙的，他永远洗脸都洗不干净，就是他自己洗的算再干净哈、啊。但是我们远处看上去都好像蒙着一层灰，
这种颜色就是炎黑。那么再往下发展呢，就是一旦伤及到肾的这个本脏，就是伤及到西医学所说的这个肾脏了之后，这个肾病综合征的人的脸色，我们只要是去医院的人都会有这个体现，就是又黑又黄了，就开始出现这些表现。他那种又黑又黄是偏土的那种灰白灰黑色，跟这个《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伤经患者伤的轻的呢，就是晦暗；若是伤到重的话呢，就是灰黄色。我们这个中医他这个望诊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望闻问切，望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人脸色呈现什么状态，直接就反映他那个五脏处于什么状态。所以说伤经患者啊，所谓的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呢，实际上用黄帝内经来分析很简单，就是伤肾，就是伤经所导致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伤经啊，就是有一类的这个抑郁症是因为伤经导致的。伤经所导致抑郁症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敏感，因为在内经里边他讲，他说物人于火，木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啊，他很敏感，很容易受惊吓，喜欢独处，害怕，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喜欢阴暗封闭的环境，这都是伤经所导致抑郁症的一个特点。而且呢，看的这种青少年呢，通常都感觉到他身体不充实，这与那个高矮胖瘦没有关系啊。一个人的气若充实的话，他这个五脏身形它是饱满的。假如说这个气不充实的话呢，他的精神头不足，身体就瘪了，就是感觉上是瘪了。那么这五脏的气呢也不充满，发育不良。所以说呢，明代万全一家在《养生四要》里边所讲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五脏有不满处，他日有难形状之疾。这个他日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啊，可能那个30岁、40岁、50岁这些难形状之疾就表现出来了。我下面最后我会讲那个各种疾病的表现，那种疾病呢都是非常怕人的，最后的一个是60岁刀都会要命的，这都是他日有难形状之疾，这都是青少年没有保护好肾的一些最终的这些恶果。那么身心的关系啊，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人的身跟心啊，它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治病不能够仅仅治这个身，应该把这个心一块来治，效果就好了。这两个是永远是合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共同作用。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假如说不把这个患者的心给他调整好，不把他的生活习惯，以及他的做事行为方式给他摆正的话，他那个身体的这个病啊是很难好的。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心的内容呢，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非常密切。后面我会讲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会对他的身体带来多么巨大的这个损伤。那么这就是伤经患者的抑郁症的这种表现。那么伤经的第四个表现呢，是抵抗力下降。抵抗力呢，就是说明这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就是用北京话讲，就是不经燥了，这个抵抗力就弱了。它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个是抗病能力，就是身体的这种免疫力下降，因为肾主骨生髓，肾藏于精。这个骨髓假如说能量充足的话呢，这个抗病能力就强，因为身体的骨髓足了之后，它这个能量外化形式就非常快，遇到什么情况呢，它及时的就处理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啊，在没有进入青春期之前，所有的病都非常好治，而且特别是那种什么感冒发烧啊，因为它来的快，去的也非常快，而且基本上不留什么后遗症。除非呢，现在有一些大夫经常用那些抗生素或者是激素，再就是用一些苦寒的中药把这孩子喂伤了，这另当别论了啊。总之这个小孩12岁之前，没有破这个阳气之前，是纯阳之体，他这个身体抗病能力是非常强的。人的一旦的后天的这个欲望一打开啊，这个阳气一破啊，这个精一泄了之后，身体慢慢的就开始抗病能力就弱了，可
很多时候打冒拖拖拉拉不好都与这个有关系。这是第一的表现，就是伤精的所导致抗病能力会减弱。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减弱了，要么就是亢奋，心理遇到外界刺激，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遇到好事呢特别容易亢奋，遇到坏事呢特别容易压抑，容易沮丧，这都是心理那个承受能力弱了。我们注意观察自己的身心啊，再注意观察一下周围身心，就会发现这个，就是当我们身体的大病一场之后啊，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往往就弱了。人在身体特别强壮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特别有自信，什么都不怕。一旦身体出现了那种亮了红灯之后，一下子这个人的这个气质还有这个自信心就备受打击。这个人这一生啊，就是两件事情让这个身体的变化比较急速。第一件重大的事情，第一的就是疾病，就是在一般来讲出现大病前和大病后，这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因所以说这个身体可以影响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女人啊，怀孕，从怀孕一直到生产完之前和之后，她这个心态也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很巨大的这个表现。从古代就已经有了一种病叫做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大家注意啊，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得了抑郁了。这个情况很多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那个产后跟产前这个心情有那么大差异呢？实际上用中医的眼光看来非常简单，这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啊，她身体里边其实是长了一个寄生的生物，对吧，长在这个子宫里边，这个小生命呢，所谓的就是说医学眼光看来，就是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生命了，那么这个小生命呢就不断的吸收这个女性的这个母亲啊身体所有的精华为她所用。母亲一旦怀了孕之后，这个从这个胃关到这个丹田，这中间有一个脉就打开了，身体的后天的这个养分呢直接供养小孩，全身的这个精华也往这边走。他那个小孩生长在丹田这地方，直接调动这个女性的这个肾气。这个小孩好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孩子下生之后呢，跟这个母体分离，他把这个母亲这个身上的精华呢就带走了。女人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呢，又是用力，然后又是体力下降，然后又有大失血，之后呢这个母亲大多数就是气血一下就亏了。气血一下子亏了，女性特别容易出现一个表现，就是悲伤，喜欢哭。所以说呢，产后抑郁症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爱流泪，心里边经不住事儿了，就是用老百姓话讲就是经不住事儿了。这种表现实际上就是心理承受能力降低了。那么中医用什么方法来治呢？一方面是疏肝解郁，另外一方面是大补气血，把这个气血啊，这个身体的这个精华啊补充起来之后，再配合上疏肝气，把这个身体的经络给它舒畅了之后，它这个你发现哈，他没有给他进行心理治疗，他这个心理呢自动就好了。一般来讲，孕妇假如产后抑郁症用中药的话，两个月左右，这个抑郁症能够得到很明显的改善。没有，根本就没有心理治疗，完全是用中药就可以把他心理扭转了。为什么呢？因为身心是一个统一体，身跟心永远都是合在一起的。治了身，同时就影响了心。治的心呢，反过来也会影响身，他俩永远是揉在一起的。这是第二点，就是伤了精之后心理承受能力会差。第三点呢，就是身体的抗冲撞能力，这是指的物理上的抗力的能力啊。所以说呢，刚才我念的那封信的那个18岁的少年，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弱不禁风嘛，身体的抗冲撞能力特别差，而且身体一般的来讲，青少年假如说伤肾伤的严重的话，就非常容易骨折，这都跟老年人的表现一样了。老年人骨质疏松之后，60岁的人就得建议一般的医院的大夫就建议吃点钙片补补钙了，因为防止老年骨质疏松啊，骨骼的脆性增大呀，防止这个骨折。那么很多年轻人假如说是伤肾伤的严重的话呢，
骨折也非常容易发生。下面呢这个案例呢就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案例。我这个同学呢是男生，是30岁啊，他是属于纨绔子弟，是我们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的儿子。然后呢从高中的时候呢就特别好色，我们有一次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他还特别夸耀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说你看我这个经常换女朋友，那个身体也没有什么亏欠，你们中医说的这个伤肾是不对的。我说你这个身体啊，你的欲望越严重啊，性的欲望越严重啊，尤其是在配合上他当时那种脉象，这个尺脉的这个脉呢已经浮在上面了，沉曲是没有根的，那这种表现呢都是属于油灯快要灭了的一瞬间的表现。我们都知道那一盏油灯快要灭之前，它那个火苗呢是最旺的，这种旺呢就恰恰就像我的这个同学当时的这个肾气已经非常亏了，但是他的性欲还挺那个旺盛，这是那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表现，但他自己可能当时还不意识到这一点。结果一年之后呢，他就出现了以下这四种表现。第一个是脱发，因为呢头发呢是肾之华在发，头发是血之余，一个人肾气是否充足呢从头发上呢就能看出来。但是呢这个头发呢不仅仅是与这个伤经，就是脱发呢不仅仅是与伤经有关系，与以下三个呢方面呢都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熬夜，一般来讲我们熬一次夜，如果是长时间坚持啊，不间断的熬上一个月的夜之后呢，你再去看镜子里边的你呢，你就会发现头发好像比以前要薄了，这实际上就是熬夜所导致伤经，精华不足呢头发就脱落了，这是第一的表现。第二表现呢是遗传，这也没办法。第三点呢就是伤经，就是我同学这个案例，他是既没有熬夜，然后呢父母的身体那个头发呢也很好，结果他得了这个病，这就是伤经所导致的。另外一个脱发的原因呢就是心里面比较焦虑。我曾经知道一个女孩啊，那个女孩呢她父亲因为得了重病，然后得了一个绝症，她自己非常的痛苦，天天的忧虑操心，然后呢身心备受煎熬，结果就得了那个鬼剃头那种病，就是脂溢性脱发，就是头发 一片一片的这么脱落。这种病好治，因为心里的病啊，只要是心情一放松，再配合上给他那个滋养肝阴啊，然后这个脱发就治好了，这个好办。我说的这个，我同学这个脱发是非常难治的，他是因为伤经所导致的，就是骨髓都枯了，这种是很麻烦的。他一年之后就得了这个病。第二个呢是骨折，一年当中大型骨折2次，小型骨折2次，一共加起来是4次。大型骨折呢就是包括这个肱骨啊还有这个腿骨啊，跟别人冲撞之后摔倒，然后这个骨头就断了，然后去医院做那个手术然后切除。小型骨折呢就是属于那个手腕啊踝啊这些挫伤啊还有这个骨裂，2次，一共加起来4次。一般来讲30岁啊，男子48的时候，就是48、32岁3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身体的骨气是最隆盛的时候，身体应该最强壮，应该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结果他呢一年当中却发生了4次。第四个呢是肾病，他这肾病是怎么得的呢？是感冒之后得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抵抗力下降，为什么感冒之后得肾？他得了这个肾炎呢，慢性肾炎，尿里边有潜血而且有蛋白，就是因为这个肾经啊外化的一个经脉，就是肾经跟膀胱经是相表里的。人体只要是一得了感冒，首先就是膀胱经开始防御能力先上，膀胱经的气不足了，然后从肾阳里边调气，然后帮助身体把这个全身的这个阳气鼓起来，把这个寒气排出去。膀胱经是循行于哪儿呢？膀胱经就是从这个眼眉残出去，一直往后循行，通过脑后脖子，然后到后背，然后到腰，再往下走到这个那个大腿的后侧，到腘窝这地方腰尾中，然后再往下走到腿肚子，走到脚。
这是膀胱经是身体面积最大的一个经脉，穴位也最多。身体呢，只要是一感冒了之后啊，我们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后脖梗子是硬的，整个后背好像特别酸痛，骨节疼痛，这都是感冒的一些表现。尤其是伤寒，寒气呢，一般来讲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是，40岁之前啊，这个寒气得了伤寒病不容易往里走，因为人体是六层那个经脉体系，就是用张仲景的那个研究是六经辩证体系，最表浅的一层是膀胱经，仅次再往里走呢是足阳明胃经，再往里走呢是少阳，就是少阳胆，然后再往里走呢是这个太阴，再往里走是少阴，最终是厥阴，这是层层递进的这个关系。一般来讲啊，就是在阳经的病很难走到阴经来，只要是阴经没有问题，除非传变和物质。我这同学才30岁，得了一场感冒之后就得了，就发现那个肾里边有潜血和蛋白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这个膀胱经的气化，这个阳气不足了，抵抗不住外邪，直接入脏了，直接入脏呢就伤及这个肾经，就是少阴经，这叫直中了。说白了之后，这种病呢，实际上不应该30岁的人得，应该是60岁的人得才对。后面我会举例子哈。他这种病一旦得了之后，伤了这个肾，然后肾本身为什么这个肾容易得病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基础，就是好色，这个肾气本来就亏，然后外在呢那个寒气一来，直接就入了少阴，入了少阴呢，然后一化火，把这个那个潜血就烧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几副药就治好了。结果可巧的是，我同学当时没有找我看，找了其他大夫看，总之到最后就得了肾炎了，尿里边有蛋白，然后血积蛋等等这些表现都有。第五点呢，就是事业一落千丈，因为人啊，只要是肾精一不足啊，再加上那个你比如说像他脱发呀、骨折啊这些不顺利啊都遇上了，再加上身体又出现了这种肾炎，又是慢性肾炎，我们都知道慢性肾炎是很难治好的，除非给他吃那个激素啊，把这肾精完全调出来。这块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关于激素的认识，中医关于这个激素的认识，这个激素它是有救命的作用的。它是什么时候用呢？在身体非常危急的时候用它，平时的话呢能不用尽量别用。因为激素用中医的眼光看来，实际上就是把封藏在这个肾里边的这个能量迅速的调出来的一种药。用了激素呢，有以下这么几种表现。第一个呢是身体发胖，本来这个身体的五脏六腑精华全都封藏在这个骨骼里边去的啊，那个用了这个药之后，把这个五脏六腑的精华调到最表层来了，这个表面上就虚胖了。但是这种胖呢，你把这个人放到秤上去称一称啊，外在好像很丰满很胖，实际上他的重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人的密度啊降低了，胖了，就是用老百姓话讲就是胖了，密度降低，好像是那个胖了，实际上重量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密度小了。我们都知道身体啊，这个能量要是足的话，肾精要是充足，它完全把这个肾气敛到这个骨骼里边去。所以说身体越好的人啊，他表面上看起来很瘦，可能也不是很胖，但是他放到秤上去称一称，他会很沉的，这就是骨骼那个密度比较大的一种表现。这在练传统的这个内家拳，就是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三家拳术的这个老拳师身上都会找到共同的体现，就是这些人的手臂都非常沉，然后放到秤上去一称呢，发现这些人都特别压秤。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这个练内家拳的老师，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身高也就1.65米左右，外形呢比我还要瘦一些，但是放到秤上一称呢，都是160多斤、170多斤。像这种人的骨骼骨密度是非常那个坚硬的，虽然那个上了年纪很大岁数，他都不容易骨折。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它是融入到整个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当中的。练习内家拳啊，就是把全身的这个精华敛到骨髓里边去，用太极拳的话讲叫做敛气入骨，敛就是收敛，气就是这个气血的气，入就是进入的入，骨就是骨髓的骨，把全身的这个气血精华敛到这个骨髓里边去，这个人身体就好。那么激素呢，我们发现服用激素之后，人把这个骨髓里边的精华往外一掉，身体就胖了，但是重量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服用激素第一的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骨密度减弱了。骨密度减弱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股骨头坏死。所以说用激素的一个很重要的副作用就是股骨头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2003年遇到非典之后，大量的上完激素，包括我们医院，我当时实习医院的很多大夫，在当时得了病之后用西医的方法治疗嘛，用了大量的激素，用上之后等非典那一阵过去之后一查，全都是那个骨头坏死。而且呢骨头那种骨头坏死呢，就是一般来讲它需要换这个人工的骨头，那是非常麻烦的。为什么股骨头坏死呢？是因为骨里边的血液循环不丰富，然后骨质疏松，到最后把股骨头给磨平了，就这个原因。是因为用了激素之后，让这个骨髓里边的钙离子大量的流失，这个骨骼不充满了，于是呢就容易得这种疾病。肾病也是这种治疗方式，很多肾病都得上激素，一用了激素之后，实际上就是把肾里边仅存的那点能量又给它发出来，对这个身体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呢，现在很多这个西医的方法，实际上用我们中医的眼光看来，那些药都是非常猛烈的，对身体的副作用都是很大的，在应急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而且效果非常好，但不适宜长期吃。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题外话，这就是肾病。所以我那个同学呢，无论是外貌啊，还是这个身体啊。